过来，来份《金陵时报》。他们联系上我了，哎，对，就在那边。好嘞。追！出事了，有个联络点暴露，咱们内部有叛徒，是冯茂才。主任，你看，肖老弟出手不凡。我说你的人也不行啊啊！哎，不动脑子想一想，既然说来公演街，那一定是来接头的。去哪儿接？当然是茶楼了，人多嘴杂，方便躲，有经验。哎，接头的人出现没有？估计是被察觉了吧。我去的时候，他刚想往外跑，我只能先把他带回来。嘴怎么还堵上了？一直吵啊，吵得我耳膜都疼。人交给你了。哼，走，走。王默怎么样了？他被捕了。那你现在怎么办？既然他们要来抓我，就把我抓走好了。为什么？要想铲除冯茂才，这是唯一的办法。姓王的，你想弄死我是吧？没那么容易，我告诉你。你也不好好想想，如果我跟你是一伙的，我怎么把你弄到这儿来了？啊，我保护你还来不及呢。组织派我来的时候，一再的叮嘱。你的安全是最重要的，只要你能安全地潜伏下去，必要的时候，我可以牺牲我自己，进一步赢得陈德岛的信任。哎，呸！凭什么？我绝不会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人而死！老子他妈毙了你！住手！